降头凶宅送你建炎王。到了在施工的过程里面，在他的顶楼听说了，被人家下了降头。你那么想死是不是？我送你去建炎王。整床的棉被什么都吸血，都吸满了那个血。一直听到有人喊救命啊救命啊，感觉好像有人在跑来跑去的一个声音。